好，紧接下来呢，我们有三组歌手，他们呢都是飞来飞去，非常忙碌的哈。是，而且是马来西亚音乐界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这三位好朋友现在要一起到台上来了，有的就是张栋梁、宇恒以及陈威权，有请。两位 gentlemen 护送了宇恒来到现场。对，而且他们三位呢都不断在国外为马来西亚争光的歌手跟创作人。真的。对，我们先让我们来一张大合照。我想这一次他们见面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因为平时都是各忙各的嘛，对不对？是。哎，我仔细看才发现威权的外套是军，有那个军的编队，对，迷彩迷彩。大家都精心打扮啊，待会我们也问一下这一块哈。好，谢谢 ，Thank you， 我们摄影大哥大姐，三位朋友，哇哦，欢迎欢迎，这一次是特地回来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对不对？嗨，大家好，我是陈威权，你们好。对，这一次刚好我在东马，在沙巴有表演，然后结束之后就直接过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所以是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颁奖典礼，有没有回家的感觉？就是当然有啊 ，AIM 的这个颁奖典礼。我是第一次参加哦，可是之前都大概有听闻过，对不对？对，听闻过这个颁奖典礼。对对对。因为其实也隔了很久一段时间，然后三年前开始就是续办，然后这一次再来。对，入围其实我也蛮吓到的，因为我的专辑我已经很久没有发片。可是今天一次过就入围了4项哎，你觉得你会拿多少项？我也不知道，反正参与就好了。对，平常心，平常心。好，那接下来我们有好久不见的宇恒。Hello， 大家好。OK， 这次参与 AM 的心情怎么样？很开心，因为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哎。哦。对。所以以前我们都错过了，都没有那个机会。对啊，而且加上我也很多年没有发片，我比威权更久吧，我6年。所以你也知道哈。六年没有新专辑，对。你也知道哈。有点。偷偷跑去整容，越来越漂亮。没有啦，我跑去结婚。跑去结婚。对，结婚然后计划生小孩，可是就没有成功这样，所以很紧张。还在努力中吗？写不出歌。哦，没关系，那你找栋梁帮忙一下。怎么？哎，我老公在那。哦，不是。对呀、啊，帮忙写歌、啊。那我会加油，我会加油。OK。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谢谢 AIM 的邀请。然后今天我的左右两边都是黑马。这个入围超多，我数不清他入围多少，11项，是个人7项。对，大家准备好，今天是张栋梁的舞台了。哎呦，你给压力他了，来栋梁说几句，哥们。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栋梁，谢谢。其实今天跟大家的心情都一样，就是抱着一个出席，然后跟老朋友聚会，然后当然得奖会非常开心，但没得奖的话就一样觉得马来西亚的音乐是需要大家继续去支持这样。那这一次因为入围的真的很多项，有没有想过至少要真的把哪几项带回去之后才算是有一个交代呢？其实就是因为入围太多项，所以其实大家就一直会盯着张栋梁之后到底得了几项，但是其实有很多是重复入围，所以我也算过，就算真的全部得也才5个，所以大家觉得哇，那11项好像很厉害，但是真的就是有一些重复入围。对，但是坦白说我真的希望曾子超可以得奖，如果可以让他得我就让他得，然后当然还有阿管的词，那我的部分得不得就是一个 bonus， 但是我真的会很希望他们可以得奖。对，而且这一次在自己音乐上的改变呢，也让你得到这么多的认同，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没错，而且就是因为有他们两个一起这样子玩音乐，才有这一次不同的火花，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得奖。Yeah,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呢，有更多就是本地的歌手们都可以做更多的合作的部分，包括说台上的3位，说不定因为宇恒一直写不出嘛。他们现在可是大师的，他们腰杆很难的，大师啊！放话了。OK， 好，那腰哥，记得摇一下。会。好，那我们再次不用摇，我主动直接写。谢谢大师。对啊，都记载下来了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让三位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是我们的Wenmei.com 上面的这些。因为我们今天是有现场直播了，也希望两位你们好，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好，谢谢，再次谢谢三位，谢谢。